你的所作所为，敢那会予杜成愈来愈看你袂起？我想要用你爸爸来威胁我，若要讲歹，你才是上歹的。干爹，小皮，我苦劝你，你也不得手段，敢那会予对方离你愈来愈远。可是你留伫你的身躯边，嘛想要为你身上得到好处尔。 我请你好自为之，凭什么安尼教训我？为你让我妈知影，让你一世人要享受大你不管噶。总一个，差你点也知影我对伊的用心，你得。 要去找人啊！我一定要让伊知影，我对伊的用心，我所做一切，拢是为着伊。长安，哦，嘉玲，泡这茶真正就好啉的呢。当然啦，我伫也够有啉过。嘉玲姐，你来阮家做客，应该是阮咧泡茶，互你啉的。 而且你身躯顶有伤，一定还阁足疼。哦，那着阁讲啊！我进前敢那是用枪支刺伤，我着疼过阿公啊。迄是直接拍着手，应该是足疼的啊。比起之前月嫂不和我的伤害，这算是小 case 啊。而且夜会和我住伫恁遮，恁大家真热情甲我招待，连住伫咧遮暂时几工尔，你嘛替我甲生活用品全放好。 你安尼哦，我就感觉足歹势。啊，我着想讲，泡茶给你啉，这是我的心意啦。哎呦，你那真尔客气啦。虽然讲哦，看你安尼解脱，我真正足替你欢喜的。啊，不过有时阵我阁会想讲，若是你会当留伫咧夜家，安尼你就会当陪夜会，我就免惊讲夜会过去了，去互叶少峰因某寄去我。你放心，志成甲阿嬷会保护夜会。 啊，若是讲到慈英阿姨，你着搁较毋免烦恼。我知影进前恁甲慈英阿姨有淡薄仔误会，啊，毋过慈英阿姨已经接受雅慧啊，所以我相信伊一定甲雅慧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囝咧疼惜。这我相信。我来开门。 小平，柯小平，把承认放开！我知道我做错所为，你无法度谅解，那唔够我真正就爱你。哎，等一下，告诉我，对付这种感情上想要介入的第三者，我老经验。我阿哥全场挂断，差点成功。 感动你感受袂着，小平，我才放手啊！小平，你过来，家己的小鬼啊，快拆掉，我看你会较清楚无。